前期的准备工作，比如说对于面料辅料的选择，或者是版型的构思方面，应该是从1年前就开始了。因为光纤面料我之前没有接触过，然后就是看到小朋友上身的效果，我觉得就是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。因为很多我所想要构想的东西，你不一定能够买得到，所以就是自己做会能够更加展现我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。她每一次穿上公主裙，整个人就和平时不一样了，举止啊都特别的优雅。我女儿对于妈妈会做裙子这件事情是非常自豪的，她经常会跟别人安利我的妈妈做裙子非常漂亮。然后，因为爸爸也很热衷于跟女儿一起扮演迪士尼人物嘛，所以我们家爸爸和女儿的关系也非常的好。